庆祝双十国庆，驻日代表沈思淳率队高喊口号，在日本横滨知名景点中华街游行，沿途还有原住民舞蹈和舞龙舞狮炒热气氛，游行人数超过1000人。由于正值日本3天连假，不少观光客也手持中华民国国旗夹道欢迎。横滨侨界10号在横滨中华学院举行双十国庆典礼，驻日代表沈思淳表示，台日定位为特别伙伴关系。截至今年8月，台日互访人数超过355万人。2008年至今，台日也签署了25项协定，未来将持续推动强化双边经贸合作。台湾の TPP などへの参加に日本の支持を期待し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。驻泰国代表处也在曼谷举办国庆酒会，泰国政府各部会代表、各国使节和台商上千人出席。驻泰代表谢武桥致辞时，先向曼谷爆炸案罹难者致哀，并感谢泰国政府对台湾6名伤者的医疗照护。曼谷国庆酒会吸引多家泰国媒体前来采访，其中泰国第3电视台的同心主持人更用泰英中3种语言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。台湾生日快乐，祝生日快乐台湾啊哈 ，Happy Birthday 台湾。